科诺，我们去吃那家吧。哪家呀？是我们之前吃过的那家，是特辣的，好吗？啊，科诺。哦，金妮。这位是金妮，我的大学同学。这位是梅姐，公司前辈。你好，梅姐。梅姐看起来很年轻呢。不说都不知道是前辈呢。因为我保养得好，然后化了点淡妆。看来梅姐花了不少钱买保养品呢，尤其是去美容院的费用，对吗，大神？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大神？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脸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，脸上皱巴巴、暗淡无光，毫无光泽。哼！我们吃饭吧，我们喜欢吃的那家店，要特辣的。走吧。哦，好。梅姐，你不吃吗？不是说饿了吗？再吃。梅姐，你还好吗？你脸上都是汗。梅姐，你不用这么勉强的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你吃不了。我都这么勉强了，如果还被人把你抢走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梅姐这样说，意思是喜欢我吗？如果是呢？事实上，我也喜欢梅姐。你喜欢我吗？是的。可诺，你喜欢我？是的。那为什么不请求和我交往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要有三个步骤。三个步骤是？牵手、亲吻、亲密接触，才能成为情侣。脏了。最终，科诺还是变成我的了。你在和谁说话啊？